I would do anything just to get you back again. I would do anything at all. I know I'm not innocent. You deserve a better man. Let me just hold your hand once more. O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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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wanna take you out. O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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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ow you what I'm all about. O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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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ke up for what we lost. 我们现在在从曼谷到华欣的路上，然后中午吃的这间餐厅非常的特别，它是有一点点像是那种水上的茅屋的感觉。然后其实这边环境整理的还蛮干净的，它叫做这个 Koh Mai Pha Man 之类的，里面蛮干净的，就是它有一个那种小桥，然后放那种蛮轻松的音乐。我挖给你个吃吃，你吃？哇，果冻！果冻哎 ，Jello。嗯，这边有果冻，刚刚是椰子水打的。好不好吃？他到哪点？不好吃啊！好不好喝？学生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 coconut。你会不会说？里面是咸蛋，外面是虾饼的样子，很咸。蛮好吃的，有点辣。劳顿终于来到了华欣我们的饭店，然后我们的饭店叫做 Rest Detail。Room tour， 我们第一天晚上是住 Rest Horizon 的房型，然后外面就有 Jacuzzi 可以泡，然后呢看出去就是海，里面呢是床。有一个卧榻，然后浴缸，房间的装潢好可爱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全身镜，狗爬式。你游去 Uncle Eric 那里，快点 ，Uncle Eric 带你去游泳，好不好？要，我自己游。好，你自己游。吃一间叫 Cold Mark 的，然后听说这家餐厅非常难订，还好有厉害的 Teresa 帮我订到。I would do anything just to get you back again. I would do anything at all. No, I'm not innocent. You deserve a better man. Let me just hold your hand once more.在晚上十点，我们在房间外面的展柜子泡。来，超黑的，完全看不到你。喝酒吃零食，好黑哦。早安，今天是第二天，现在是早上九点多，我们准备要去吃早餐。天气还蛮好的，所以等一下。我应该会先在房间泡一下 Jacuzzi， 然后下午再去按摩。就是你头发怎么这么扁？扁啊！你头发好扁。好扁。刚早上吃完早餐，我们在房间录影片，跟他录 Q&A 的影片。我是不是比以前胖？啊？我有没有比以前胖？你说比十二年前吗？对，应该有吧。好可惜。你十二年前，但是那时候是都住院了，好不好？哪有住院？送到住院40几公斤啊？43啊。我现在比较美吗？当然啦。算是想你把你忘记我生日还敢说。早上我还要提醒他，我说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然后我说 It's my birthday， 他还说我骗他。我没有忘了他生日，我是不知道今天是2月5号，因为放假日子都搞错了。
那大家在讲什么初一初二，然后就在今天是初一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根本不知道今天几天。我生日是初一。学生，你刚刚有没有去海里面游泳？我们去那边玩，这边危险，我们到那边。我们去找 Uncle Eric 好不好？你 Tristan， 你没有吃菜啊，你要吃菜才会长好高啊。这是什么什么姿势？今天下午要来做 SPA， 然后在饭店里面就有这个 Restfully Yours， 可以选三种不同的精油，这是薰衣草。站在夜市，可怜的 Uncle Eric 一直背着 Tristan， 晒黑嘞。There's a new part of me, part I want you to see. You haven't seen the best of me, I know. You can try to fool yourself, like you love somebody else, but you and him will never feel the way we do.I wanna take you out. O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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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ow you what I'm all about. 其实我感觉都超新鲜的，龙虾很大只，但这边的那个店员啊，不会帮你安排，所以你要自己找个空桌，然后自己去占位。我妈俩。这也太大了吧，抓起来看一下，一样大。Eric， 阿雅哥。Eric， 阿雅哥。Eric， 早安，今天是第三天的早上，我们刚吃完早餐。Tristan， 你有没有说 Good morning？Good morning，Mike。Hi。Good morning， 我们现在准备。回房间泡我们房间的泳池。学生，你现在是什么？小兔子啊？你是什么？小笨狗是什么？小笨狗。小笨狗啊？那你小恐龙是什么？等一下要换房间了，所以我们趁现在赶快泡一下我们房间的泳池。妈咪也跟你干杯 ，Cheers！ 无视。晚上来这边一个 shopping mall 叫 Blue Court。
There's a new part of me, a part I want you to see. You haven't seen the best of me, I know. 我们来了这么多天，第一天来走沙滩，其他天都在泡泳池。哎，水好好温哦。去超市买了那个泰国的化妆品回来试试看，结果我今天的眉毛好像有一点太重了。 Do anything just to get you back again. I would do anything at all. No, I'm not innocent. 最后一天我们一早8点就出发，然后开了3个半小时的车才到曼谷，然后现在要回台湾了。你说拜拜泰国，拜拜泰国，拜拜。你要这样拜拜啊，泰国拜拜。你说下次再来，泰国再来。你比较喜欢泰国还是比较喜欢美国？泰国。泰国啊，你这么会讲话，讲给泰国听啊。来说泰国拜拜，泰国拜拜。你说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。